来波王者模式，打这波一级直接放线，等他过来直接一上去一刀亮刀拉开。行了，开始吧。 三级要能单杀算你厉害，你这真牛逼啊！两级单杀，先回身让他放松警惕，然后突然闪现 AQ， 知道呗？我们先回头让他放松警惕，然后再直接闪现 AQ， 点火都不用交。 啊，可能就会有人问，哎，主播，你不说三级单杀吗？没关系哈，我们三级再杀他一次。乌鹰脚。 掌声在哪里？哥们，跟你们说，我要开王者模式，那就必须是拉满的王者模式。 平时和大伙们嘻嘻哈哈哈，大伙们就真觉得主播水平不行了哈，真觉得主播是菜了，唉，没想到啊，我和大伙们开开心心的打游戏，得到的只是大伙们的疏远哈，得到大伙们的开玩笑，那我摊牌了哈，我是高手。 我是真高手，他这里 Q 已经在 CD 了，我们直接往前压，逼他交技能，他现在很难受，他不敢过来了。我们这两波杀完，他没兵线了，这里在隔墙插个眼啊，防止那个男枪在蹲我们，没蹲的话直接一上去 AQ 打一套啊哈，这一套不一定要打到他多少血，我们是要给他一点点压力。 然后接下来不让他补这个炮车，这个炮车是不可能给他补的。哦，好，给你补了，没关系哈，给你补也没关系，因为他马上要死了。这里我教你们怎么去压这种人啊，直接一这个位置。你看着他躲掉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呢 ，W 减速，E 段 Q 插眼 ，A 接二段 Q， 等他二段 Q 交完走，知道吧？你躲了第一个，你躲不掉第二个呀哈，要越兵线去打他。 这里一技能直接挂他旁边，等他交易 ，OK， 一上去 AQ， 他又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还可以一直控住啊！你要越学会就越兵线打他，你看这，对吧？就这三次击杀，他基本上游戏结束了哈，基本游戏结束了。小剑魔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哈。 S14是9号更新吧？9号还是10号更新来的？1月9号哈。1月9号还是10号来的？你看他现在没法玩了。现在我们就这里不是做了个眼吗？他只要一上线，我们就还是一这个墙上去踹他就可以了。他现在不敢上线了，他上线就是挨打。哎呦，炮车冷的，不过无所谓哈。他已经没法玩了，找到他位置没在。 操，挂机了吗？他没出现在线上过呀。他这要出现，我们直接一这个墙，第一套压一他血量，第二套兵线进塔，他就死了。好，OK， 来了哈，来了，兄弟们，第一套先蓄力一上去，一个 QA，
这直接拉开哈，我们待会塔下越塔，不用着急，我们只是先下一下血量，等下一个 E， 等下一个 E 可以再下他一波，或者下一波直接杀了也行。先等他出现，我们边 A 的时候边往前走，探他的视野，知道吧？拿到优势你就要学会去压制，就像我这样的往前压，刀漏了无所谓，我们要做的是待会兵线进塔第一时间把他杀了。 OK， 看到他了哈，他这个血量满血，我们应该是能秒吧，满血 Q 蓄力 W 一上去先踹一脚二段 Q， 这人没跑啊，没事啊，兵线还没进去，下一个一，我们这里慢推，等下一个 ECD， 下一波他可能有骸骨，得杀快一点。不得杀快点哈，完了被换掉了，这不输了，大招没躲防一塔，或者我省了个斩线，没交闪，交闪的话就不会死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目标达到，而且这波死了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因为他值钱了，他这波值钱了哈，就是人头有点大。哎呦，神闪了兄弟们，神闪了哈，神闪了，神闪现了，不过也无所谓啊，他等级爆炸了，我马上八级了，才五级的，待会还是一样的兵线，他拿到钱也没用，他就算做个布甲鞋他也没用的。野心需要事实的约束。做了个蓝烧宝石没用啊，做啥都没用，八级打五级，这没法打的，有点残忍了，多多少少。还是一样的 Q 蓄力兵，然后一挂上去，别预判他往后面的位置。对，回头 Q 接 W， 我们这样子打是很舒服的，因为这个兵线啊，这个兵线是永远控制的，我们就相当于离兵线很远在跟他打，我们不会拉到兵线的仇恨，就这样打，就边打边往前探找他的位置，就像这样一上去再踹一脚，这样他血量就会越来越低，我们待会就可以杀他了，这样子杀他的同时兵线还可以控制。感觉他应该学聪明了， OK， 他还敢出来，那这波大概率他打野来了哈，兄弟们，这波大概率他打野来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移上去了，他这种敢主动出来一定打野来了，我跟你说哈，百分百在，百分百在，他没在我名字倒过来写，是吗？他们打野不在的话，名字倒过来写，直接上，打野给我出来！啊，应该在蹲着哈，蹲着，因为我们状态很满，他应该是不敢出来的。等我们大招好的话，我们是完全可以一打二的。还是一样的，蓄力二顿 Q， 他回家了。那我们炫一层镀层回家呗。你看是不是？我说了在吧，一技能撞晕两个，好像没撞晕两个。哎，他咋把我换掉了？哎，无所谓，结束了哈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就在我跟你说，你不信看回放，你说他们打野是不是在吧？你说他们打野是不是在旁边吧？你不信，待会看回放哈。闪现比较珍贵啊，这祖传的闪现，祖传的哈，祖传的。他一下平 A 把 A 死了，我感觉他那下平 A 不死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等他二顿 Q 交的时候我再闪的，低估他伤害了。感觉这魔怔英雄他一点输装都不做，他伤害都挺高的，怪事哦，这英雄。他一点输装都不要，他伤害也很高。你真不信，待会看回放哈，真的看回放，绝对在。哥们，牛白的名字不可能倒过来的，他绝对在。EW 减速一下，还是一脚二段 Q， 回头再 Q 他一下，他再追的话就踹一个二段 Q， 还不走？不着急杀他，不着急杀他，等那个兵线推进去。这是何必呢？这又是何苦呢？小兵还卡我位呢，吃一层肚子，他这又是何苦呢？
这拉个丝吧，拉个丝技能中不了我的，我跟你说。好像技能有点准哈，兄弟们，拉个丝技能好像有点准哈，先撤哈。这拉个丝这个聪明拉个丝，兄弟们。你奶奶的啊！给你脸了，妈的，给你脸了。真当我没有闪现是吧？真当我闪现不会用是吧？真当祖传闪现就不教的是吧？直接穿梭闪，再杀剑魔一次哈，兄弟们，信不信我三百连血再杀一次剑魔？信不信兄弟们？信不信我三百连血把这个剑魔杀了？三百连血打完变成了570。血越打越多了，所以说。这就是俺们神分的魅力。哎呦，南枪来了，你信不信我能把南枪也反杀了？死！信不信我这三百零血再杀一次剑魔，兄弟们，信不信？这个地方有眼的哈，我们要装一装。这个地方是有眼的哈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有眼啊，我开了，我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卡一个视野的，这个地方的眼是看不到我们的。他人呢？不是剑魔，你他妈没人呢？我来了，你人呢？啊，跑路了，我操！这就是俺们神分的魅力。这剑魔游走起来了，回家吧。手上的任务是唯一重要的事。有听还讲事儿。神分的魅力。除了皮城的混乱，交散了就不追哈。我们非常主打一个什么呢？效率，主打一个讲究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啊！你交散我就不追，这一等他三顿 Q 交完，一上就 AQ 直接框大。哎，你看，非常舒服哈，相当的舒服，舒舒服服，这就是俺们卡密。进化的代价，我听你还是作为一份。庄稼标志就是积蓄。啊，怎么就点了？我操，好快的点！拿下了哈，兄弟们，拿下了。